今天是上海台风日，梅花二弄，看到吧？哎，梅花二弄没结果啊，梅花三弄风波就起了，对吧？哎，现在呢，我们在台风家台风日来给屋里想做啥？四宝宝眼睛要睁啊，为了睁，来你呢？扣，来啦！我不在意啊，伊还来寻我。来啦！来啦！好，我现在不来，不去在意啊。伢伊拉爷爹爹刚刚回来哦，没把风吹脱，侬没把风吹脱。要来在意。以为。好，哎，娘姨，哎，来还没乱。哎呀，被放下来呀，毛病呀！哎，快点，娘一蹦，来了啊！哎，不动 ，It's funny。好，我现在压了个刀，压了个刀可以哦。咦，你呢？咦，看到我？呀！来了！哟，这臭家伙做啥啦？我姐姐去干过做啥了？来了，又请老了，请老姨，哎，请老姨，哎，早就把妈咪捉牢了呀，侬没啥老大的本事呀，对吧？哎，又蹦了，哎呦喂，飞快，哎呦喂，吃了呀，真哦，台风日脚。外头哦，个风哦，呼呼呼呼呼哦，里向个小人也是像风一样的飘来飘去哦，真哦，拉回去了，哎呦，姐姐拉回去了，哎呦，奶爸亲呢，哎呦，姐姐高头蚊子快舔自家，真的，我不去再有叫我了。好了，妈咪跟侬讲，老骨头了，蹦不动了，对吧？阿拉现在两个人压了个厨房间，伊寻不到。哎，前头我跟奶爸对吧？哎，深情款款哦，硬生生的就把它分开来哦。哦，个人哦，哟，看到了，哎呀，看到了，做啥啦？跟爹爹蹲了多呀？阿拉跟爹爹蹲了多呀？哎，把那这眼神。小眼神，哎，硬生生就把我们分开了。你的盯得清了，对吧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